我们必须赶在祭祀仪式开始前。如今剩余的三根祭祀柱彻底摧毁祭祀大阵。首先是蛇三，他常常潜伏在暗影中收敛敌人，分别由安布玛里剩余的三个祭祀镇守。接着是蛇二，他的招式变幻莫测。不愧是我的影子，再用点力，十分危险。最后是三个祭祀中最为棘手的蛇一。这位蛇，很久都没遇见让我如此热血沸腾的对手了，痛快！